们到韩国仁川机场， yeah~、超级冷的，现在只有2度。第一天住的房间，第一天跟第二天都是这边。中规中矩，没有特别大劲，算还不错啦。就是跟我们去日本比起来的话，日本就是小很多，这边算还蛮大的。而且两人房都是一个双一个单，对，还不错。那这是我们对外的业绩。这里的超商，这里不，这个不叫 Seven， 就不知道叫什么。看大家在疯狂抢购。我要来看一下我要吃什么了。下一个小时。哇，好厉害！快点！安妞，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哪里呀、啊？我忘记这是哪里了。哦，天哪，我的头发也太乱了吧！现在走在他们的，这个是，住宅区。喜欢这种乡间小路的感觉，这边很像日本。我们现在在东大门。晚点来逛啊。好、哦、谢谢。我拿不到。要、哦。的午餐。看好多食材。而且有这一轮最爱的酱螃蟹。这个酱螃蟹我不太敢吃。嗨七宝。这午餐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棒，有血菜，好吃的韩国自助餐。我觉得他们的年糕跟台湾很好吃。你们呢？怎么样？还不错。我先大家表演神功，两只手开。还会？还有吗？有吗？长。嗨，我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台湾没有的火腿肠。我等一下来吃吃看看好不好吃。我的脸现在有点红，因为我刚刚喝了一点酒。拆了第一根 cheese 口味的香肠，芝士口味哦，芝士口味。现在吃第一口咯，闻起来有点像狗屎，有点像狗屎的味道。好难吃哦！真的假的？对不起，怎么那么难吃？我不要，他还买二送一呢。他之前有点像是冷的 Olen， 对不对？难吃，很像冷的 Olen 呢，真是气死哎，先生。Hello， 超难吃，我的妈呀！这只能是15吗？真的是狗的，狗的火腿肠，棒嘞！鸡宝，这个给你吃。啊，三福都很好吃啊，蛮新的。这一轮，过来，过来，妈咪，这给你吃。超好吃的，吃起来是起司口味。不要，不要，你是说难吃像大便一样？不要，这个真的像大便。我们现在要去动物园，就是野生动物区耶。这什么你知道吗？二楼变这样，不知道。
哇，呀呀 ，very cute， 可爱可爱。哎，我们坐对位置哎，在我们这边呢。자통지역은기억기리친구만할수있는사바나를이동해볼게요맨앞에우리아디기린그림이보이네요팬들이직접그린그림입니다据说是动物自己画的画고맙습니다안녕히가세요바이바이这个是糖分对啊这个一点热量到了晚餐时间啦！还可以，烤肉。现在有什么？天哪！我们现在在南山的首尔塔。对，我说我们非常幸运的。他说他来南，就是带南山那么多次，很少会遇到下雪。对，幸运，你看现在雪这么厚。这么厚哎，有看到吗？实在是太幸运了。你的手太要洗了啦。不会，很干净呢。哎，我要丢气泡哦。不行。看到了吗？在哪里？丢气泡。这是我们第三天住的房间。哦，蛮大间的，两人房。有两张床，厕所没有洗手台，洗手台在外面，也是非常的特别。啊，这是。这是火车吗？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们的帅导游，耶！说他有问题，真的，难怪会倒。我们现在要回程了，要从南怡岛离开，好不舍哦，因为这边根本没人。生日快乐！今天是导游的生日哦，我才想到2月5号，谁去阿米达？我现在在吃一人一只鸡，你看它这个打开里面有米饭，然后旁边也还有，就是那个是面线吗？牛，我才来给他吃正餐。OK。安妮阿姐哟，我们现在在滑雪场，户外的滑雪场。刚刚我们的教练有稍微教了我们一下。妈咪，妈咪，耶，妈咪没有玩，因为她的脚有点不舒服。刚刚教练有稍微教了我们一下，所以我超强的，我从最上面滑下来。啊，走过去就到了吗？Thank you.